我感觉顶届盖买可乐的时阵，应该是17年前，我的蝌蚪起码拢已经变青蛙。既然是演员，好不好？来了就要考，对不对？来了就要考，我们就来一个演技大考验。OS， 然后他们来接这个戏的内容。好，新会先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我们会给他一个 spotlight， 然后阿咪老师营造我说话的内容，认真的，你要依照那个表情演出来。好，新会，请接受挑战。阿咪，医生。医生讲我得睾丸癌，哪可能？我10年前就去泰国处理好势啊，哪个老几粒在遐？这什么烂剧啊？但是安尼嘛好，因为我小小的小丸子。有机会会当重出江湖。明仔，我都要来，我都要来泰国，搁甲我鸡丝头啊斗起去。啊，掌声鼓励！哇，你在旁边闹，结果他还是……这有什么？这有哎，太好强！流眼泪，流眼泪！你想到什么事情？他哭了，他不知道后面该怎么演。对对对，对呀对呀！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好笑？想说上错节目宣传到哭了，不行啊不行啊！我跟你讲，接错通告，那个佑馨来演一个好了。接错通告，他是我们全三立里面演员里面，对我个人，这不是推崇你，三立这么多演员里面。唯一一个随时会跳进综艺咖的，太适合了，太适合了，很容易歪，很容易歪。双膝，双膝，因为好可爱，哭了一次，你们就要补妆，对不对？你那啊，哦，擦眼泪而已哦，不简单。来，懂我力啦哈，好，期待来哦。林佑馨，请接受一号机的考验 ，Action。虾米？敢讲志明讲的代志是真的？阮某讨客兄，其实我嘛感觉这个代志是有可能是真的。伊已经足久的时间无要教我买可乐啊！我感觉顶届该买可乐的时阵，应该是17年前。我即马但是要该求欢。伊逐摆都讲伊身体无爽快，拒绝我，我的蝌蚪起码拢已经变青蛙。表情太恶，表情。暗时啊时阵，无代志拢跳出来外貌乌白喷，跳来跳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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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甲全部拢将我当作是武棍阿伯。谈谈谈谈谈。好，既然伊敢讨客兄，安尼。我对明仔载开始，就我甲隔壁迄个村头啊，两个人好起来。嘿嘿，村头啊，人讲食又去过目睭，食这老板的经验知识拢赚。虽然村头今已经80几岁，但是我相信我两个人买可乐一定会足欢喜啦。最后无从中来啊！哎，郑华义，你结果你在那里哭什么呀？我有意见，宪哥，为什么他你讲春桃，他一直看我？而且讲 UK 他看小金，对，然后春桃80几岁就看你。什么？我就是春桃，他不是春桃。他有先看他，才发现他不是，你才是。姓郭嘛，加个姓简，不是吗？简春桃啊！喂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演到这边啊，新比较新的演员就很怕，糟了，会不会 Q 到我？对对对，不会，不用怕这个，不会，不用怕这个，人就要接受挑战。对，啊，你们这种8点档这种剧哦，哎。那个神雕都飞出来了，有什么不可能？对不对？对，神雕侠侣啊，那个又是过儿，就是你嘛，过儿，对，啊，跟我一块置入哈，啊，香水平平的，从他转一圈就火了。在对面，在对面。我犀利，谁演的？香水闻一闻啊，就明星花露水，明星花露水。新会，你这叫搞纲啊！哎呀，我隐形眼镜快掉了，抱歉。宪哥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敲到隐形眼镜跑位了，很奇怪。跑位，
幸会是很正经的演员哦，我每次看见他都笑到掉眼泪。那那样子的，太开心了。你的胃太厉害，不用害怕，好不好？点到了我们就演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别惊了，新演员就怕挑战嘛，好不好？来，陈小金，你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追活力，女生的哦。陈小金，请接受演技大考验 ，Action。是安怎？我明明我内裤甲内衫拢有烧好，阮翁转来是安怎会看到我迄领我的战袍？明明我是要到明仔载汉典要去偷情用的，不过是安怎阮翁佑兴看到我迄领战袍？不过我已经17冬无改用，嘿咻嘿咻，敢讲因知影我偷过遐个代志？敢讲遮你一样全部知影，不过我的巴肚一天一天安尼大开，是变怎？这个囡仔到底是点点的，还是星星的？但是，我这个土鸡兄对象点点，伊不是别人，伊是我最初的恋人。你知道他有多粗吗？我国小的时候，他就展开追求，后来我们就在一起，就那么粗。你说，掌声鼓励我啊！他是一个很低的人的性格，有已经很厉害，他已经忍到这样已经很厉害了。可以可以。